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，欢迎回到频道。我们今天呢来继续玩 Oxygen Not Included 这样。那目前呢是农业更新的版本。那因为啊，我们上一个存档，上一个地图呢是在温度更新的时候开的一个地图嘛，所以呢我把我们可见范围内的所有土壤，所有的一些有埋东西的土壤，把它全部挖开了，结果还是没有挖到农业更新版本新增的植物的种子啊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只好开启新的存档了，开始新的世界。因这个样子呢，我们才能玩到这次的农业更新所新增一些东西嘛，像是小麦啊，还有胡椒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那我们现在选项人物，那人物的部分呢，一样有三个可以选。那目前我看的话呢，我想要的人啦，就是一个很会挖掘，然后移动速度很快。那一个呢，我希望说他是很会研究的。因为我觉得游戏初期呢，研究得快其实有蛮大的效用哎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赶快把所有的科技研究出来，就可以把精力还有一些资源呢，花费在其他东西上面了。所以这研究快就是这个学习快，其实蛮重要的。那当然了，我们也需要一个很有创意的人，我们才能做出各式各样的蒙娜丽莎微笑，然后来布置我们家园嘛。所以目前是这样想的啦，一个就是挖掘很厉害的，这个 digging 挖掘很厉害的，然后呢，一个是很会研究的，那一个呢是很有创意的。那当然，如果没有这么完美的话，就是一个挖掘很厉害一定要嘛。那接下来呢，也可以运动很厉害，我觉得移动速度很厉害，其实也不错，也是个很重要事情，或者是它很有强壮，它很有力量，这个 strength 这个蛮重要的。就是如果它力量越大的话呢，它可以扛的东西。那我觉得这个游戏初期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属性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吧。第一位这个，看了一下，好像他创意跟学习都不错哎，看来他是我们的储备人选之一哦。那他的挖掘只有一，可是 OK 啦。然后他的制药呢是四，所以他的免疫力比较高。然后往后制药的时候呢，速度也会比较快。不过从我们之前玩的经验当中学习到啊，其实这个游戏当中的目前的药的系统不是说非常完善哎，因为这个药啊，它只能加速疾病的恢复，它并不能治愈，而且它加速疾病恢复速度都只有大概10%，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0%吧。所以其实这个药真的不是很必要啊。好，那它的特质呢？优点，它创意加五，但是呢，它对美观要求度也加五。对美观要求度比较高，其实真的不太好，尤其是游戏初期啊，如果它对美观要求度太高的话，真的容易崩溃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哦，那它的缺点呢是嗜睡症，有可能随时随地都会睡着。那这边好讲咯，它对美观要求度呢是五点，那它对食物的要求度，哦，现在多新增了一个。那这个呢是以往所没有的，就是对于食物的要求度，它是负二，就是很糟糕食物它还是愿意吃。这个是它所能进食的最低品质食物是 terrible，就是蛮糟糕的，负二两点。那这个有讲哦，它必须要吃负两点以上食物，就是品质是负二以上或是更高。那如果它吃比品质负二还要低的食物的话呢，它就会感到压力很高，会慢慢的提升它压力。那它对压力反应呢是会暴饮暴食诶，所以是把我们家里的食物全部吃光吗？怎么感觉很可爱，有点实际啊？感觉蛮多人都是遇到压力时候会暴饮暴食啊，会吃些甜食啊，来纾解压力，是不是？谁不爱吃美食啊？好，那这一位，我觉得他，因为他有同时有学习，还有创意，我觉得其实可以保留哎，因为他对美观要求度呢是五点，还算还可以吧，虽然说有点高，可是应该勉强，勉强还 OK 吧。好，那第二位呢是运动四，然后修补七，这个我觉得不太符合我们需求，所以我们换一下喽。这个挖掘五，哇，这感觉不错哎。挖掘五，然后创意八，可是他对美观要求度实在太高了，15点。哦，这个不行，我害桑。这个呢？这个对美观要求度是负25哎。然后他的学习有四，创意二，怎么感觉他比他好？对啊，而且呢，他对于食物的要求品质呢是负3点，他都可以吃下去。对于美观要求度呢又这么低，好吧，决定了就是你。好，第一位人选选出来了，在中间这里。那他的优点呢是他还没有文化，天呐，他还没有文化，所以他拒绝作画呀！哇，拒绝作画可是有等级二的创意技能，怎么办啊？暂时保留，好，把下位换掉哦。
这个怎么样呢？这个对于美观要求度太高了，10点，这个我们是应付不来的。这个呢，40，我的天呐，这个未免太高了吧？然后呢，零点八九五，主菜是3，八九五好吗？觉得普通哎，要保留吗？感觉不是说非常高，好，让我再看一下哦，怎么样？这个是十项全能的意思吗？那我们再继续看呢、哦。好，那我回来喽。那这边三位呢，是我最后选好的三位人物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吧。第一位呢是等级四的挖掘，然后等级四的创意技能。那这边呢，他的特质第一个没有文化，虽然无法作画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其他人可以好好作画。然后缺点呢是他不能煮菜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有其他人可以煮菜呀、啊，应该吧？这两位都可以煮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哦，它对于美观要求度呢是-25，这个很好，我觉得，因为游戏初期啊，我们的家园不太可能布置很漂亮嘛，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家园的装饰程度没有到达它的要求的话，很容易就崩溃啊，然后就一堆麻烦，所以故意把三个人的对美观的要求度呢都选全是0下了，-1下，我觉得说这样子游戏初期我们会比较好过一点。比较不会说大家呕吐啊，然后发疯啊什么的。对啊，所以每个人我最后都选全是，对于美观装饰要求度呢都是0以下咯。好，那他对于压力反应呢是破坏狂和破坏东西。那这边他对食物的要求度呢是-3点，这个也不错哎，他对食物要求度呢不是那么高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第二位哦，第二位呢这里他什么技能目前都没有，可是他有学习技能等级7，所以他研究速度呢会非常快。而且因为他学习技能很高啊，所以他提升其他技能速度也会变得快。所以虽然目前为止他其他技能都没有，可是因为他学习技能有7啊，只要很快就把其他技能给他全部学习起来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特质算是很不错哎。那他的优点，算是优点也是缺点吧，就是他没有文化，虽然无法作画，可是他对美观要求度呢会减20。然后他的这个缺点是他胀气呀。所以他可能随时都会排气，这个是很自然的肠道反应，我们不要有任何的负面的解释去看他，好不好？然后再来呢，这个他对美观的要求度呢是-10点，对压力反应呢是呕吐，他对食物的要求度呢是-2点，所以这个方面其实都不是说要求很高，我们游戏初期会比较好应对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哦，下一位这里他是挖掘等级的技能是4。然后呢，建造技能一，创意技能四，他就是我们的艺术家啦，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文化的特质的。好，那他特质呢是早鸟，所以他早上时段呢，所有的技能会加2点哎，这个多好啊！我真觉得这个超好的。然后晚上时候呢，这个加2点的优势消失，不过也是超好特质哎。那他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文化特质的，所以他是唯一一个可以作画的人。然后缺点呢是看不到语本，虽然无法研究，不过无所谓啦，我们有专职研究人员在这里。那我们再看呢，他对美观的要求呢是-5点，对压力反应呢是会哭得很难看，哭得很伤心。所以当他这写说，当他压力很大的时候会哭泣，那当他哭泣的时候呢，他会很难看啊，所以可能周围的人看到他会压力变大之类的吧。真是的，这些人不要歧视人家好不好？谁不会哭啊？好，那他对食物的要求度呢是-3点，这个也蛮好的，要求不会太高。好，那这边这三位呢，就是我们即将用来游玩这次新的成长人物了。那我们来帮他起名字吧。那我看一下我的名单上面呢，这里，因为目前我们角色有一位女生，两位男生嘛，那目前接下来的好像都是要当女生哎，所以呢，我们先以女生优先来起咯。好，我看一下，下位女生呢是 Lisa。我们的小新 L，好，我们取笑吧。来，Lisa，Lisa 就是我们这位可爱的女生了，这个金发美女啊，笑容这么甜，好，太开心，这个微笑超疗愈的微笑哎。那我看一下我储备名单呢、啊，接下来好像都是想当女生的，所以目前男生呢没有任何储备名单。那所以呢，目前我们两位这位可爱男生没有人认领了，那赶快大家来认领一下吧，要不然他们表示有点孤单啊。好，那我们就用这三位人物开始了。第一位是 Meep，第二位呢 Lisa，第三位呢 Joshua。那我们的家园的名字呢，一样啦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？
我总是想取名叫做 Sheffield。好，那么就开始喽，出发，我们就飞上我们的外星球啦！哇，来到这里怎么样？水源有没有充足呢？我看一下哦，这里，我们先暂停来看一下哦。这边有两坨水，然后呢，这边有一坨，所以不算是太差吧？应该啦，感觉是。那这边有什么新的作物吗？目前没有看到，这个作物都还是跟之前一样啊。这里，这边呢，水，这是什么种子？这个也是荆棘的种子。这边呢，小怪兽。好，那在我们开始挖掘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规划我们的家园吧。想要来点不一样的格局哎，因为我们每次总是这么正正方方的嘛，总是这样横的一排啊，然后直的几层这样，想要改变一下，是不是来一个比较特别的？虽然是比较特别的，也会比较花费空间了。我想一下啊，假设我们盖个圆形的怎么样，或者是花形状的。从中央散射开来，盖个星星形状，看着蛮酷的，可是真的感觉很浪费空间。不过我真觉得，如果我们盖成这种，好像总分舵跟左翼有一种感觉，会蛮酷的。所以如果说我们中间呢是一个这样子，或是圆形区域，然后旁边呢通往隔壁是一个小通道，然后这边呢再一个圆形区域。通往右翼呢，也是个圆形的小通道，再通往圆形的，然后向下也是。好啦，这可能是一个理想状态，这可能，等到哪一天资源异常充足的时候，我们再实行吧。那我们再挖掘喽，我们再挖掘一下，把基本的空间就挖出来。按照惯例，我们要氧气池这里，那我把握时间，这边我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。先把这地方先挖开来，还有这边，哇，我选这边还转头哎，太可爱了吧！我选这边呢，你们转头吗？哇，你不转了，很固执。好，这是我们二氧化碳，那这个二氧化碳呢，我们是不是不要那么快释放出来？感觉是哎，那我们可能先往这边挖好了，这里，我们挖，这样，然后这个呢，挖这里。然后呢，这边挖这样，好，就这个样子哦。我们先看一下吧，我们都拿什么东西呢？不是吧，刚进来就是4趴的压力值，谁压力这么大？是因为环境很脏、很糟糕吗？奇怪，你们三位不是对环境的要求都很低吗？这个装饰对你们而言应该还不错吧？风景优美，有土壤，有空气，有氧气池，挖什么了？很臭。谁偷放屁？这么 Lisa 吗？可能是。好了，你不要歧视人家好不好？谁不放屁啊？我们建立优良的观念，放屁是很正常反应。虽然说呢，Lisa 可以在比较空旷的地方来进行吗？毕竟现在空气很狭小啊。好，没有啊，开玩笑的。刚刚掉下来的时候还张大嘴巴哎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超可爱的。好，继续挖。目前拿到什么材料呢？目前拿到砂岩1万多公斤，然后呢，又有人放屁了，怎么可爱啊？然后说他们需要厕所，对对对，他们要上厕所。那我们厕所要放哪里？想要单独隔离开来？哇，等一下，是小麦吗？真的？所以小麦是长在冰冻的区域哦。我还以为小麦是长在这种温暖的区域哎。这个竟然是长在这种冰冻区域，好意外哦！也是啦，外太空说不准的。好，那目前呢，我觉得我们的厕所必须要立即放，哎，避免说他们等一下乱上厕所。那我们厕所地方要放哪里呢？还是我们厕所区域一样放在右方吗？不过这样子也等于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二氧化碳挖开了，或者是个暂时保留，往这边挖，去真空，真空我们可能就得打开了吧。还是要把这真空保留，然后就那个真空的储存食物的环境呢？其实也可以哎。之前你们有人教我一个，好像可以保持真空，然后不用靠开门进去的方法。等一下可以试试看呢，感觉蛮好吃的。要不然就是呢，我们的脏空气区域，像什么厕所啊，盖在这里。可是这个地方通往我们的小麦，感觉很不卫生。这里是有脏的水啦，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地方当成天然的。
臭水的储存区吗？废水储存区。然后这地方呢，挖一个水库，然后把这水导引下来，这样子。不过这地方如果导引下来的话，就代表必须要通过这里，所以要从这地方下来。这也是一个浩大工程。我觉得啊，这种生存类游戏、耗精类游戏，重新开始之后呢，总是感到特别兴奋。你可以开始有新的世界嘛，开始一些新的不同格局啊、不同玩法、不同的期待。可是相对的，想到重新开始基础建设呢，就觉得啊，又是一个浩大工程。好，我们想一下哦，我们的厕所盖在哪里？我不太想破坏这个真空环境啊，你想保留它真空的一个形态。要不然就是呢，我们的厕所暂时放这里，暂时啦，暂时。好，我们先把这边挖开哦，因为这地方呢，我们可能也许如果拿来放我们厕所的话呢，必须要挖开嘛，那先挖吧。然后我这边想一下，我厕所是否放这里呢？然后右边同时进行，可是我们不要破坏到我们二氧化碳这里，因为我不太想让二氧化碳先跑出来，因为如果二氧化碳跑出来的话，我们就必须要顾掉一些氧气问题了嘛。因为目前我们氧气呢有氧气室可以供应，所以暂时不用去担心。好，继续挖喽。哇，怎么了？等一下，遇到打斗了，突然发现没有打斗，你打谁？哇，这个小怪物跑出来了！哇，Lisa，神仙，等一下，这位 Meep 可以过来帮忙一下吗？来来，这一只优先，这里可以优先打斗吗？不行，哇，Lisa 被打死了！好，你过来一点，还是不是 Lisa 死？哦，不是，吓死我了！原来这是小怪物的血，吓我一跳，我又要被打死了。这咀嚼是什么？天然气啊！哦，所以天然气我们会从土壤内挖出来吗？然后挖出来一下消失了，这里，诶，没有消失，还在。所以这个天然气是吗？把它收集起来吗？天然气不是应该要往上飘吗？还是没有？我不太确定啊。5克天然气在这边游离状态，其实可以拿来当能源吗？拿来当发电机吗？还是可以拿来开车？可是好像没有车子。好，这是娃娃。这边也有天然气，还有一坨绿色的肉，这应该要冰起来吧？虽然说目前没有冰箱。对啊，我目前看的话呢，最适合当厕所的可能是这里了。那这个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可以顺便把脏水排过来这里吧。对啊，感觉这个样子哦。好，那我们厕所暂时放这边，等它抹好之后，来这里，我们把它盖起来。这边厕所需要几格呢？如果说这样。放个两间，所以厕所我们可以从这地方盖起来，这样。暂时啦，可能未来我们会再改变一下。诶，奇怪，那不能放门哦。哦，没有材料，需要铁的，铁金属。奇怪，我没有铁吗？不是吧？我不能盖起来哦。所以我们厕所必须要掏空吗？我怕是等一下再不盖，待会儿尿裤子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奇怪，我没有挖到钢铁吗？怎么会？好吧，这里有一些铜矿石，那我往这边挖吧。可是真的很不想破坏真空状态啊！我突然觉得这个地图不太好了，铜矿石有点少。对吧？材料不够。好，那还是我们必须要破坏这真空了，看着需要。要不然就是往这边挖了，这里，这样子，这个样子，给它盖一个天然楼梯，然后往这边开挖，挖这样，挖一些材料来盖门。其实这个二氧化碳也是可以释放出来了，因为量应该也不是说很多。我们先把这挖开哦，哪些铜矿石？这里有了吧？这个挖开应该够了。先做一个门而已，应该需要材料不会太多吧？我突然想到啊，他们放屁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压力？还是会不……哦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啊，该不会是天然气是 Lisa 排放出来的吧？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啊，屁里面其实有一些沼气之类的东西嘛，所以这个沼气它把它定义为天然气吗？
我不知道哎，这是我的猜测，好像盖个门喽。不过，如果这个天然气真的是 Lisa 排放的话，那真是还蛮有用处的。不过前提是我们必须要能使用它，必须要能利用它。我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游戏当中目前我们是否能利用天然气来当做能源呢？不太知道。不过我刚还以为这天然气是我们挖出来的，原来是 Lisa 排放出来的，有没有？Lisa 走到哪里就一坨天然气，然后抓耍呢，无法呼吸。好辛苦哦，门盖好了，那我们厕所赶紧盖出来吧。我们厕所在这里，好，我们先盖个两间，这样有点小哎，不过没关系，暂时嘛，就盖个两间。对啊，我真的觉得这天然气好笑哦，因为其实人类的一个排放气体里面真的有些沼气啊、什么甲烷之类气体吧，如果没有搞错的话。如果把这气体收集在一个罐子里，然后呢，其实这个气体是用打火机点燃的，是真的有爆裂性质的，而且是有燃烧性质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去盖了厕所吧，就赶快盖起来，他们就可以好好上厕所了，不会尿裤子。怎么样，盖好了吗？快喽，我们第一间厕所盖好了，这里，哇，盖好了。他说什么？没有足够的资源，没有土壤。怎么会？我不是一堆土壤吗？这不是吗？这里，我突然觉得地图不太好哎，有一种想要重新开始的冲动。他说没有土壤哎，需要土壤才能使用。所以他们是上厕所上在土壤上。好，你把这挖起来吧，这一坨应该够了吧？应该哇，这里有些土壤。哦，有了，这头马彩应该可以用来上厕所了。这边抓耍拿过来喽，然后把这土壤放进来。奇怪，以前厕所需要土壤吗？我也不太记得了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壮举呢，是我们成功盖了两间厕所，还不错吧？至少他们可以尽情的解放。好，那么这次玩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，请帮我一个赞、分享、留言，还有不要忘记订阅，接收最新消息哦。感谢收看，拜拜。